尽在运通。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那当然这个礼拜的行情呢、是属于一个开高走低啊，那包含这个礼拜五这个加权指数反映到美股那是下跌的43点早上一开盘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停损的一个卖压但是尾盘的部分你看这个地方又有谁的买单把这个加权指数在尾盘稍微的小拉抬大概是回往上大概涨了13点左右了所以说加权指数的话只有小跌43点那行情进入到下个礼拜，那你的看法其实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你的看法很重要因为你现在认为说，老师这个大盘为什么都不上涨啊？老师这个地方为什么都不上涨？明明在这一天，在这一天礼拜四啊，加权指数大概差10几点。就要过所谓的季线了，明明就是要往上走，那为什么的话会连续修正3天啊？这个地方融资余额太高，也就投资投资人就是用融资去操作，使用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自己以为聪明对不对？好，那你现在经过这个3天的一个修正嘛，那下个礼拜有没有机会出现反转的一个讯号？当然有，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属于一个区间呐。你看每次下跌的时候，这个量都没有出来嘛，反而融资增加。那今天的话，下影线的部分还不错，这个下影线的部分留的比较长代表这个地方短线上面的话，应该是有人去做出个买进的一个动作了那我相信你只要锁定老师节目的我从8月份开始跟大家谈到的，我都延续跟大家持续的来做这个解答8月份的行情先蹲后跳目前为止进入到9月份那因应融资比较多这个地方你没有看到所谓的下杀取量嘛，那就是属于一个区间下杀取量是最好啦，把融资洗干净了但是投资人可能有时候没办法接受，因为他很多的股票都去买 AI 不管你买伟创也好，你买最强的什么广达你买那个很强的技嘉都一样现在全部套牢全部套牢。严老师还在劝大家啦，你手中真的有 AI 它是属于一个伺服器的有时候自己要减码一下自己要减码一下了那当然这个最近有人来参加严老师的会员我发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会员大概买了2档股票这2档股票我就不便于去做出个透露了但是这2档股票自从他买了之后就是最高点就是最高点一路的腰斩再腰斩他们的老师都没有停损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了那我看了一下他的资产，如果说有1000万，目前为止大概大概最多啦大概只有剩200万了，真的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了这边也是要告诉我们分析师同业有时候股票在修正的时候我们要勇于去停损，停损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该停损就停损有了停损，你把资金抽回来嘛。你再去做下一个动作，你还是有机会反败为胜的当然，这个最近军工股对不对开始转强了那如果说你资金在100万到200万的下个礼拜的操作你可以集中在所谓的军工概念股。那如果说你是属于一个比较保守型的那现在很多的股票几乎都在低档区了有时候你可以逢低稍微做个价差也可以稍微逢低布局也可以。就是不要去做出个追价动作追价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讲都是去追那个强势股嘛，对不对？那多头行情里面你去买你去追一下没有关系因为高点还有更高点那现在的盘势里面可能是一天涨一天跌还是说类股轮动速度很快你这个时候的话你去操作
啊，它困难度可能就会增加了哈。那这个股票是跌无可跌的了哈，像这种股票就可以出手了哈。其实它开盘价是开在平盘以下哈，36.55啦。好，你说老师，我这个地方买进去啊，好，那我能不能做当冲交易啊？这是可以的，啊，可以啊。但是我的建议是说，既然说你是底部布局哈，买了这么多，哦，你可能今天成交量10000多张嘛，对不对？你可能买的是10张、20张、30张哦，你不妨就放长一点啦，啊，不是说什么股票都拿来冲一冲啦，啊，除非说这个股票短线上面涨幅过大嘛，对不对？你才去卖掉，而且像这个才底部才刚刚起涨的股票，我是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下啦，哦，不用说卖的这么早了哈，那如果说你缺钱用你卖掉，那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哈。那军工概念股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你当然是要找一些就是说比较龙头性的股票，比如说这档股票讯芯嘛，对不对？它就从底部开始起涨了，啊，目前为止第一根啊，你可以做今天的一天的价差操作啦，啊，我觉得说对于跟这档股票也是很类似的，很类似的，知道不知道？哦，就是短线上面啊，一定要找到这种强势股来操作哈。那严老师本人比较看好，对不对？这个军工概念股里面。啊，这个有业绩有题材的啊，比如说像雷虎，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啊，是8月24号啊，当然你可以布局啦哈，啊，你要卖的话，当然随时可以卖啊，这个地方啊，随时是可以去卖掉，懂不懂？卖掉就赚钱了，对不对？卖掉就赚钱了，啊，那今天也不错啦哈，哎，它已经开始喷出去，哦，像这种股票的话，你在盘中啊。就是说你要去观察，你要去看什么股票是强势，什么股票是弱势的，啊，哦，那底部起涨的话，我已经示范过啊，4966的普瑞嘛，对不对？这个地方啊，哦，最好做，成交量放大，啊，长虹做推升，啊，开盘价931，啊，这边998，啊，一买一卖，价差就到手，啊，新复星也是一样，够低的。够低了，你可以买，啊，你要卖，你要赚钱，随时可以卖，啊，这是昨天的啦哈，瞬间的一个价钱是28.7，啊，卖掉啊就等于是赚钱，啊，但是你注意看哦，这个股票的话在低档区啊，我相信这个地方啊，你是没有办法去察觉说这个地方是有买点，啊，你要怎么样去判断？第一个量价结构。第二个均线，第三个主力的企图心嘛，你在这个波段行情里面，价差跟波段都能做，对不对？我还示范过啊，哦，这个也是军工的啦哈，哎，重压，对，8月31号，好，我说你要卖，随时可以卖，好，我是卖在9月4号，好，这边有1、2、3，三级会员都有收到这种简讯，好，我们先完成第一次的操作。啊，3588的，对不对？这个通家也是一样啊，啊，低买嘛，你不能去追嘛，你一追就下来啦，低买高卖，啊，低买怎么样？啊，9月4号，你卖掉就赚钱了，啊，这个非常简单，对不对？啊，当然我们最近也操作过很多的一些标股哦，那当然我们今天利用点时间来谈一谈这个标股是怎么样形成的哈，哦。第一个，它产业翻转。第二个，好，业绩大成长以外，订单能见度，好，开始做这个提高，啊，这是两大诱因，啊，这是投资人最能够接受的啦。产业翻转，对，接到大订单，然后呢，业绩开始爆表。现在是怎样？几月？好，现在是八月嘛，对不对？哈，那八月好，那到九月也好啊。那目前为止，我们要注意到啊，这个九月份的话，啊，这个未来业绩会成长的，到底是哪些股票？我相信你之前看七月份的一个它的所谓的营收成长的，到八月份它的营收成长性更大。我讲过的有一档股票，我在节目里面就不再重复讲了哈，因为这个最近啊这个业绩要开始公布了嘛，哎，所以说啊，有很多题材会出来。但是严老师比较看好的，就是说最近业绩成长，啊，年底会大爆发的，这些股票才是啊，哦，我们要去买的哈，哦。好，那这个小型股的一个操作，银广，我认为未来还是会涨，
啊，老师你是怎么看的？啊，老师你是看这个线是不是？不是啦，啊，我主要用技术分析来看，我认为这个地方还是属于一个多头嘛，啊，一高比一高高，这个叫多头嘛。那既然没有出现空方讯号，没有做头，那未来的话就是会一直涨，涨到不能涨为止嘛。啊，银广，啊，拉回你要注意。啊，我之前在那边跟你讲，你也不是很相信嘛。啊，老师这个哦，系统啊，系统我当时在这边跟你讲啊，好、啊，也没有人要相信啊，涨上去又开始有人在讲了 啊， 最近讲的人更多啊，连电视台都在讲啊，那你就要猜嘛。啊，老师，它到底可以涨到什么时候？其实你不用去猜啊，你稍微看一下这个高档有没有爆大量啊。如果说高档有爆大量，对不对？对，你就卖掉嘛。啊，如果这个地方还没有爆大量，啊，我认为你就要看了，啊，这张股票是谁的？啊，这股票是向的哦，这真重要哦，吼，对不对？他如果认为说我的股票还在涨，那他就会拉嘛。哎，2485的兆赫啊，老师昨天创新高哎。啊，今天拉回，很多的人呢、啊，他在股票操作的时候啊，哦，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股票有拉回啊，啊、哦，难道股票要天天涨吗？不会吧，昨天创新高，啊、哦，今天小拉回，啊、哦，创新高看好，那拉回就看坏吗？啊、哦，应该不是这样子哦，好、哦，我们的看法要一致，好、哦，如果说你认为说这个兆赫未来还会再涨。对不对？好，那当然你可以卖掉啊，你卖掉就赚钱嘛，啊，但是你记得拉回，你还是要去买回来啊。那当然，我们对会员的话有没有赚，你很清楚啦。目前为止有没有赚？啊，赚多少才是重点嘛？没错吧？好，我说过这个操作哈，一定要留下痕迹啊，啊，一定要有证据啊，这个我非常坚持啊，啊，如果说你的操作啊。哎，从来没证据的，啊，突然就拿出一张图卡跟你讲说，哦，哦，去解别人的股票，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兆赫就是严老师啊，严老师啊，我们普通会员有两笔单啊，来，这个叫证据啊。你看清楚，我的会员你也可以持续看看清楚，普通会员两笔单，8月28号。8月31号两笔单，啊，我不卖，我认为它未来还会再涨。伟全电也是一样，啊，昨天拉回，今天又开始涨，啊，老师你到底是看好还是看坏？严老师看好，目前为止三级会员，尊龙、清代、单股会员两笔单，目前为止大获全胜。大获全胜的股票要不要卖？有人说要，有人说不要，我认为还是不要，不要乱卖。我偷偷告诉你，不要乱卖。有时候你卖了之后，对不对？你会后悔啊。一般很多投资人啊，好不容易买到一档标股，很高兴，啊，买的也很多，哎，结果他认为说老师，哦，这个好像涨完了，他才几根涨停板，你说他涨完了，我就觉得很冤枉哎。啊，如果他再能翻倍呢？那你认为呢？你现在卖掉你划算吗？当然，你现在卖绝对是赚钱呐、啊，哦，但是来参加老师会员呢，我当然希望你多赚一点哦。当然，你们缴的会费不是很多哦。我先讲哦，比起这档股票的操作哦，我相信啊，发财人很多啊，啊，严老师也祝你们发财啦，好不好？哦，但是啊，这个、有时候、啊、放长一点啊，我觉得是比较好哈。八月份营收成长，来26%，来，这个是几月的啊？啊，不好意思，这是七月份的营收，啊，七月份的营收成长啊，我们说叫你看八月，来八月在这边有没有继续成长？我们不要说九月会不会成长了，我们说你第三季啊三个月里面会不会大爆发了？这样子讲比较快了，不要那么拖泥带水讲一大堆。来看清楚哈、哦，第一个来 USB Type C 接口，啊，第二个叫充电，啊，快充，对吧？是不是啊？快充晶片，
啊，电源管理器啊，都有啦，你看得到的题材都有啦。我证明给你看，我是不是有两笔单嘛？来，九月四号跟你讲的哈，保密了，三级会员两笔单。你在严老师的 LINE 里面有没有看到伟全店的简讯？你告诉我，如果说你没有看到，那代表说你扫描那个 QR code 是假的，啊，你参加那个 LINE 是假的。八月三十号，在 LINE 里面的人优先取得第一笔资讯，啊，三级会员，伟全店的涨停板。接下来，九月四号，你又在我们的 LINE 里面看到了。严老师多了一笔单，两笔单呢，啊，这个叫做股价要有延续性，简讯也是一样啦，啊，这个简讯虚伪造假的话，愿意负法律责任呐，这些造假哈，哎，你还乖啊，你来哦，懂不懂？你还乖啊，啊，老师啊，宏杰科哈，今天尾盘在拉，那又怎么样了？啊，我一张都不卖，严老师的普通会员，一张都不卖啊。有没有啊？你九月四号，你九月四号有没有收到严老师的简讯？你不管是会员这两级会员，普通跟特别，还有包含啊，你扫描 QR code 的，我相信你都得到一个验证哈。但是老师要提醒你的是，验证并不代表赚钱。你今天要的是赚钱，而不是验证。好好想一想啊！当然，这个老师也非常强调了哈。这个绩效就是啊，大家最大的一个优惠，哦，所以说我在节目里面真的啦，啊，能不打折我不打折啦，啊，但是应该要打折的哦，我也会尽我的能力啊，好不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不好？八月份的大黑马银广送给你，来，希望你大赚。系统的接班人，来系统，啊，八月份的三冠王，系统，伟全店送给你，啊，再创波段新高。赵贺卫送给你，都不用钱，啊，宏杰科，对不对？好，那我今天要送你什么？我今天要送钱给你啊，你要不要？啊，你要，你今天就好好把握啊。如果说你不要，啊，那你就视同啊这个自动放弃哈。我先讲哈，我这份资料的话，我今天只有开放黄金六十秒，这六十秒之内，只要你打电话进来，这份资料你先拿去。回家自己看一下，啊，稍微登记一下，跟我们家助理登记一下。礼拜一统一，我们在早上九点五分以前，按照大家登记的先后顺序，啊，我们来做通知，发动点马上通知。我们要来验证什么？验证这一档股票是不是九月份最强的以外，我还要另外验证一件事情：你在这档股票你可以买几张？你可以赚多少钱？好，这个哈叫做反败为胜，这个叫做底部重压。好，今天这份资料很重要哈，你无论如何，你电话一定要拨通，很重要。好，九月的超级标王就是这档股票，啊，就是只有这一档股票，一档股票，只有一档股票，二开头的，啊，二开头，我帮你写在这边好不好？啊，我怕你对不对忘记啊。二开头叉叉，六结尾哈，六我写大一点，啊，九月份的超级标王就是这档股票，我现在开放六十秒，只有六十秒，你拿到买到，我先祝你大赚，业绩大成长，第三季、第四季都大成长，订单商机开始爆发，外资大户都在大买哈，来，这档股票的名称导播拉近。啊，你就叫它最来电。你现在听不懂最来电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未来我会解释给你听。好，拉远。九月的超级标王这一支叫最来电，会不会直接翻倍？好，只要来电了，这支就会翻倍。好，现在开放来电，好不好？开放黄金六十秒，直接电话拨通，先把资料先带回家。好，打电话。进广告。
姐推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爸爸，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因为我们是知道啊。哦，我懂了，对方是干道，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没错，只要设有停让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志呢？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两边都直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知道让干道，安全最有道。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那当然有些投资人问严老师，老师啊，这个资金怎么分配啊？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啊，这档股票如果说成交量够啊，你100万就买一档股票啊，你说会很多吗？我认为不会，刚刚好啊，这个筹码我都算过了啊，100万买一档股票啊，你操作资金的话，我觉得啦啊，300万以内就可以了啊。但是有些投资人很奇怪啊，这个最近哦来参加严老师的啊，老师我有1000万，我只要买一档，好，最好是不要啦，懂不懂？1000万股票买下去啊，你可能一个人买就够了啊。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按照这个筹码面来分配啊，大家怎么样雨露均沾呐？但是买进的股票啊，都是锁定主流的爆喷股，好不好？100万买一档股票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哈，这个群益嘛，对不对？这小型股的哈，我先声明一下哈，这个地方我们有做，我们也做第一次的价差操作，后面的话我们就不公布了哈，你千万不要跟单，好不好？这个之前8月28号的，来，我们做单股会员的群益啊，我们做了第一次的操作，我相信有图有真相啦，波段位的操作也是一样的哈，创新高应该都能够大获全胜啦。这个是之前的昌河，赚很多，也恭喜你啊！这是最近的见顶，散热的励志哈，来一波到底很强嘛，会不会有第二波？现在有人在问哦，老师会不会有第二波？我就跟写在这边哈，会不会有第二波的啊？因为有第一波了嘛，对不对？他现在问说老师有没有第二波？有机会不排除啊，就跟这个先进光一样。我叫你买啊，你说老师我考虑一下，川湖也是一样，500块叫你买，起到1000块拢赶快啦。好，你今天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可以了哈，来记得哈，今天记得电话要拨通很重要。好，严老师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哈，1+6，好，1+6不要错过了哈。银广送给你系统，8月17号送给你，8月23号再送一次，伟全店，来，你也知道嘛，对不对？好，来兆赫，宏杰科，下一支换哪一支？下一支就是这一支，这一支来，这一支，单股锁单9月份超级的标王，今天开放黄金60秒，60秒之内电话拨通，先拿回家完成登记，
礼拜一早上9:05以前，严老师亲自通知，资料先拿到，先祝你大赚哈，先祝你大赚哈，拿到啊，你会大赚，我们一起来验证哈。最来电是什么啊？你来电以后你就知道这张股票为什么叫做最来电，未来直接翻倍啊！开放黄金60秒，电话直接拨，资料直接带回去，我们明天见。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动不动就爱水蛮牛。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特工队，叫叫声波华。